哎呀，我真的不太服，这还真不太服，就是不服。气成这样，真心的讲，成绩已经，我也不在乎了。三月咱玩成这样多不容易。还是动作，刚还有这动作。你踢得猛，并不代表是说你去主动去攻击他，明白吗？你比如说我在你后面防守，我在你后面就甭管动作多大，你就用身体，你就这么扛好球，就这么扛好球，你不要有任何这种上肢体动作，知道吗？刚才好几个动作，刚才刘老师挥下手，李光磊都挥怕了。知道吗？我有办法应对，我不给这胳膊挥起来的机会，这胳膊一抬起来我就贴上了。你们俩的声音，自己。觉着有距离了就要往一块儿凑，下下下下，对，不要抱，把人抱死啊，抱死你还不犯规啊，对不对？把我请过来，从本来原来的目的就是从规则方面怎么去给大家做个指导，是吧？但是呢，就是在规则利用规则的这些东西，怎么发挥个人的这个技术，是吧？怎么结合规则来的。让队员发挥技术，主要是从这个角度，他们叫过来呢，给他们讲一讲，帮着带一带。走，不要直着就下，横着先找机会。对，带起来。过，哎，好了，过了啊！你听他们的声音没分开，你就带过去带回来，他总有一会儿他要岔开了，抓住这机会。这都学过呀，得用啊。来，对，哎，这不就过了吗？所有的老师掌握好时间，所有同学要听老师的指挥啊！好吧，我们可以开始往里进了，从初一开始。当年乾隆皇帝偶然间也发现了这块石头，它的正面看上去像一块非常大的灵芝。你坐过船吗？我坐过好几回船了。那船要我以前以为什么吗？会有，其实在外面听的是有水声的划的声，其实在里面怎么听着机器的声音。这个马走得太慢，这妈妈不打那马，她骂那个马。哦，哎，这就叫妈妈拉马，马慢，妈妈骂马。能看见的世界特别好，我觉得我最想看到就是每个人长什么样吧，比如说自己的父母啊，亲人啊。太阳我觉得就是一个小孩在这转来转去的，鸟就是跟人就是其实差不了多少，就是咱们那个叫手，它就叫翅膀。我很不喜欢动物，一些狗啊猪啊那些叫声特别可怕。
带起来谈。因为现在整个这个发展趋势嘛，学校这人可挑的越来越少，还有就是有的孩子比较合适的，但是家长不会同意，因为这个项目很危险，这也可以理解。对，过他，过张连爽，过张连爽，还没到，徐明威，过，徐明威，过。你这样干嘛？半场都不到你就打门？喂。足球这项目是比较严的，它必须要求是全盲，本身全盲的孩子就有限，然后在全盲孩子里边呢又不敢动会儿，又特别多，现在反正还是人员，就是人员缺人。打门，快点啊，太近了。像去年我们比赛就六个人，每一场比赛基本上都拼过来的，六个人呢，还有一个去年的卢奥身体也单薄，带球也不行，还是基本上达不到上场要求的，所以就只有五个人，五个人就相当于只有一个替补，场场都是这么拼下来的。他这脚疼，哎呦！而唯独在我们国家的西双版纳这个地区，它反而形成一片热带雨林的景观，这是为什么？这个呢，你还要结合的地球仪，你想想，在地球仪找到这个位置，哎，你来找一找啊，来找一找。好的，慢慢走向什么走向啊？王瑞军，横断山脉是这是。东西，东西吗？哎，南北。哎，宇哥说对了，南北。哎，玩这边儿，你们俩，宇哥。来，不是，你去哪儿去吧？来，不是，咱俩转哪儿是？在中间啊。走，往右走。哎，你等会儿啊。咱这回没错，老师。回去吧，线路不对，别打了。别的人都已经能扣着带了，他现在还是踩着，踩还踩不熟呢。所以在别人练习这个，他只能把他自己这个现阶段的这个带球去熟练，因为他带球都没带好呢，那你肯定你打不了门。想上场吗？不想。为什么？怎么说呢？英法特别后腿。潘文娟，你那跑什么呢？潘文娟，把这肩膀抬起来。潘文娟，这边，喂喂喂，走我身后，走我身后，喂喂喂喂喂。潘文娟，你把这身子板给我直起来点，摆臂吧你。对，摆臂跑。对了，快快快快快快。就这速度就行。潘文娟，你快点。人快套你两圈了，快点！你那脸部表情又快哭了，快点，放松点！你掉了眼泪也得跑，快点，十二圈！喂喂喂喂喂，王世军出声，过来找王世军去！十六圈完了啊，不错，前面这不错啊，十六圈，王世军快跟上第一集团，你是十三圈，快点，快点，好点，快点，王世跟，你看人过来不用唱，过来不用唱，把右往右唱。慢点，慢点，别绊着！喂喂喂喂！慢点，慢点，别绊着！对，张队长，往左，别绊着，往左，往左，来，从我后边车，从后边。喂！慢点，慢点，慢点，慢点！你们上盲道上走，对，徐明辉去跟着他们上盲道，快点，潘文娟。就是自己老是怕累，老是一累点了就刚开始就哭，就是比较焦急。以前为啥哭啊？累干嘛还踢啊？我就退了也不合适。
说句实话，一开始是我一个人作用什么东西都不知道，然后出于好奇是报了，然后现在说句实话没什么太大兴趣，但我觉得退了也不合适，嗯，毕竟都练了好几年了。啊，谢老师，哥哥喝吧。今天喝八碗了吧？没有，这是第五碗，这是。今天这汤真是，哈哈，屡屡被抢啊这汤。我来擦衣服让你好吗？行了，我该撤了。哎呦呵。这家喝的不汤行动都困难。我得这么走还舒服。太热了，在我有兴趣的时候，一般我都不会感觉累，这感觉我觉得我胜利了，就跟那个我们队把球踢进去了似的。这样就可以自豪地说，嗯，我踢的门比他们，比他们的门还小，只不过我这门没有守门员啊。反正也是的，你先吃吧。从小不让别人抱，别人一抱就抓，就挠你，抓你，他骨骂你，别人连他抱走了。因为就是我老弄着他，这一说，连我给藏起来，连我给藏起来，说找你妈妈，就找，就那根那根他就摸完了以后他找不着，他给急着就咬人家他就找不着我，后来一说你瞅这是你妈妈，连我手拿过去，等他一闻，哎，他乐了。把头先往上推了啊！哎，这什么你这个阴阳法王，我的外号是跟你同行来的。上回替你阿福，铁老就管我叫阿福汉。一二三，走！把您加油，加油！把您加油！哎，加油，加油，加油！加好。来一个啊！好，一二三，走啊！嗨！呵，行。嗯，这不行。你大黑指甲多脏啊！鸡巴不会脚趾甲？会。我们还有一层特殊关系，你知道吗？哦，你是什么关系？我知道。哎，
没问你。哎，我真知道。什么关系？只不过这层关系没事。嗯。嗯。这层关系也没怎么着。嗯。他在一周零三个月的时候吧，就是我们那个大兴那儿有一个福利中心，他这就是分配的，就是说我们各就是允许就是各家收养领养，在我们家待了就是六年多七年吧，后来他就是弄福利院来了，非要这个福利院人家给收到八岁都在上学呀、啊，上这儿去上学来了，就给收回来了，收回来了，后来我们就没有这个。就没有抚养权了，没有抚养权。现在就是反正我每月反正定时来看这一次嘞，就是这样。你觉得爸妈对你好？好，比我跟亲生儿子一样。您把我当亲生儿子看，我也会把您当亲爸妈看。街道练的他们比较多的就是四五度去扣球，因为这个技术呢是很快，带起来过人非常快，没有停顿，防守起来也比较费劲。着急，张林爽，俩人抢一块了，往前跑，张一成，那边空了，那边空了，哎，没喂喂，没喊啊，左边左边左边，张林爽，过来回来了，过来拿着，往前面过来，往前走，过来回来，张一成向前面去，回来。关键这一步老丢，这一扣过来就不丢了，张林爽有点着急。别着急，拿住球就往前带。下半场这样，咱现在还不换，咱打二了，不换人，对你就不用回来了。然后呢，王世军跟罗奥等着，准备啊，随时准备啊。罗老师啊，那我怎么办？你得等着呀，啊，你也准备着。一个准备。为中国，为什么共产主义？我今儿没给你带盆儿，我怕你上你一会儿掉筋豆。没事，有这玩意儿帮我擦呢。有这玩意儿帮你擦。喂，该上场了，还这么捏？快了！王世军跟薛明辉在后边光磊前面。喂，带人走，对，不错，快点！谢谢，你们自己怎么练的？对吧？今天你看停球过人，好多都没发挥出来，为什么呀？心态浮躁，把这个平时练这些东西用上了吗？就是我看没什么用上的，是吧？扣啊，还45度、90度，你还根本提不到什么度数了，能把球控制好就不错了。如果12块钱一包的矿泉水能卖到3块钱就好了。今年世界杯有多少新人换球？跟我有点关系，其实有点关系，因为我们是一行的。从最末往头那数，数了几个就数到我。保险让生活更美好。中国保监会、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我对经济不感兴趣。微笑很难吗？确实是世界微笑日，品味610年完整酿酒历史。
微博的网友想起说，小时候生病家里穷，为了给我治病是妈妈输血给我，现在自己也是妈妈了，回想起自己从小到大做了太多让妈妈伤心的事儿，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再次给妈妈说声对不起。其实我想起咱俩这事，我想起一件事来，就是去前年的时候，前年十月二十二号，我做了一件特别对不起我妈的事儿。那天我妈问我今天什么日子，然后我说了一句特别对不起我良心的话，再过两月就是我生日，然后我妈说你好好想想，当时我确实不知道，然后我妈后来就告诉我了，我妈是10月22号，我是12月22号，这挺对不起我妈的。同学们，老师们，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海淀基督学校。大家是我们海淀基督学校海淀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来参观的第一批客人，希望大家上下楼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挤。我们的老师也会参与引导。对，往左侧，我们这个展区是一个 S 型的啊，我们绕的时候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营造了一个家的环境。我们都知道啊，家就是这样的保护，不是我们一个人，不是一个封闭的这样的环境啊，是我们一定要，或者说就是说要法律，一定要拿到法律来保护自己。右边情商较低，而智商还算中等的这样的中高小学生居多，你们的情商怎么样啊？美丽的笑容，随便吧。男人胆子别怕下，有泪不轻易的擦，就算前方坎坷，狂风暴雨拍在我的脸颊，男人再苦也不怕，心中有梦闯天下，好朋友的话要记在心里呀。估计明年比赛完了，就人就一下就减少了。我看尽量练吧。要不是那些北京不是说那个三个三年，要不然不能上中学、高中那个，然后就得回老家。